件这个轻轻的洋装，这个就是夏天必备的这种吧。对，它就是棉麻的，然后它有做内里哦，所以不用担心会透。然后这件很可爱，它是做那个也是有这个棉麻的纹路，近看给你们看，它这个纹路也是做的还蛮漂亮的。然后扣子的地方也是做包扣的设计，这样子。洋装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哦，扣子是可以扣可以拆的。哦，对，扣子可以拆。我觉得蓝色也超好看，蓝色也很好看，但是蓝色是有一点点雾蓝色、灰蓝色的感觉。灰蓝这个夏天穿，我觉得也很适合，就是比较也是清新的感觉。对，06201这一款编号，而且它这个穿起来是有腰身的。如果蓝色的话，我觉得就很适合搭小白鞋。对，蓝色我觉得也超美。白色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穿一些棕色啊的那种鞋子，都很好看，凉鞋这样子。然后它后面是有松紧的哦，所以各种尺寸也可以穿。对，后面有松紧，它可以拉大的，它是可以穿到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限身。洋装它这边也是有打折线哦。对啊，这件的，而且我觉得它有腰身，这个料子还蛮特别的，对，有纹路的，纹路这样，就不是素款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很好看。特别是腰，对，它腰很好看，腰是整个有缩腰的感觉，而且它腰后面有松紧。你看它是后面是有松紧的、哦，这种不太会闷，因为它是棉麻的材质。我觉得像棉麻的材质，夏天很多才会有。对啊，夏天才会有棉麻，这个不会闷啦，这个很凉。对，我觉得还蛮凉的。这个灰蓝色其实也蛮不挑肤色的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很简单很简单，就是白色，当然就是。绝对 OK 的吧？白色会透吗？不会，它有做内里，但是你不要就是，它应该是说它 上面的话是做会比较透的，所以你里面就是穿一个白色小可爱，但是它下身裙子的地方有做有内里。内里